等你的时候，你的外长跟我说，是吧？我将是你在青瓦台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，是吧？我非常感谢你在今天呀，在百忙中还能抽时间拨冗会见我。这次呢，是吧？我首先要代表他呀，转达他对你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。我也一定，是吧？把你对他的问候转达。